起床了。这一次来了。这全世界啊，我们一起去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一个人在一起吃什么都好。我的爷爷，我们现在在北京狂欢。不跟你玩了，看什么？大象归途。南极成为国了。妈妈，你传了。你爸妈把花送你，你师父专门带你看雪豹。雪豹，运气嘛，运气。我们准备去青藏高原。新妈害怕吗？心里害怕，坐起来没事的。真的特别担心。我容易登不到九宫。为什么要怪啊？去努力就好了，山永远在那里。在这里哭也很骄傲的。探险的目的并不是去征服某一个雪山、河流，而是知道自己内心的成长，知道你生命中有哪些事情是最有意义的。辛巴，你觉得什么是勇敢？勇敢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害怕完以后还去坚持做那件事。